我是主持人默默，台语不能当广告，台语爱跟时代进步。我的台语虽然普普，水开的台语爱摸一摸。台语是咱文化的宝库，咱来给台语 Go Go Go！ 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台语讲世事。坐伫默默的边仔咧，同款是咱的好朋友李刚Q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宏辉阿辉老师，你好。默默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平安无烦恼。是，咱今仔要来甲大家介绍，这是辩波族因的这个合作亚泽，亚泽到底是啥物呢？阿辉老师，你有去参加过对无？嘿，古早有参加过，有参加过吼。啊，咱最最观众朋友可能唔捌参加过吼，所以讲咱今仔诶，小可甲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咱先来招观众朋友到底来看一段华语的新闻，看爱安怎翻作台语的哦。一只只的大猪是脊背少的希拉雅族人，为了感谢祖灵阿利姆一年来的庇佑，也为了还愿，特别准备的。除了猪之外，希拉雅业绩中不能缺少的槟榔、米酒等等，也都按照传统仪式摆上了台面。台南东山的东河里，古地名是吉贝耍，希拉雅的萧龙社族人早年被迁居到这里，是熟番族人，向心力强，也将传统文化完整保留下来。200年来，我们的祭典其实都没有中断过的。我们问我们的老一辈的，包括日治时期皇民化运动的时候，其实都没有被禁止掉的。有了保留完整的传统文化当后盾，这里的希拉雅族人20年来一直努力争取原住民身份，但透过行政、立法甚至司法途径，却迟迟没有能够证明。还好总统蔡英文就任之后推动的原住民族转型正义，再给族人带来了希望。希望多年来希拉雅族同有争取的证明运动，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正式实现。10月7号的时候，由我们行政院的林政务委员再会邀请各个学者专家做最后的讨论，那希望那一天会有一个更明确的方向。毕竟找回自己的身份和历史，会是后代子孙给祖灵最好的礼物。好，老师，这都是在讲啊，因的这个这所在叫做甲巴沙，甲巴沙，甲巴沙这个所在，这个亚泽啦，哈。好，咱先来看这个头一句，哈，老师，这个一只只的大猪。咱台语爱安怎讲？一只一只，一只一只，嘿，袂使一只只，哎，袂袂，袂使一只只，哈，哎，一只一只，一只一只，吼，这咱之前拢有讲过啦，哈，哦，讲到这是，老师这吼，吉巴耍，嘿，袂使叫汉字读啊，你这汉字安尼是咩啦？读这，那是讲咱台语，台语音，台语音来讲是。吉贝圣，吉贝圣，哈，安尼怎对？所以其实咱是教伊的这个念法，嘎巴刷，嘎巴刷，哈。但是为什么是这三个汉字哈？嘿，这唔知是倒一个时代的一种学者的记录吼，啊，怎翻用安尼汉字吼？应该原本意思嘛是要挖迄个音啦，对啊。啊，不过这个，唔知伊是倒位的人，安尼敢会挖安尼吼？主要是其实你啊就加我刷迄个木啊，迄个木嘛是落音，啊落音迄花语嘛无多写。对啊，吼，所以咱这个时阵，咱就是其实就是按照音的念法，用这个罗马字来写，上准的对啊，哈，好，所以讲是这个甲巴沙希拉雅，希拉雅，同款的问题，就是讲伊的迄个族名，迄个音应该是希拉雅迄款音啦。对啊。不过你即马呐用汉字写，啊你讲用华语读希拉雅吼，啊过来就是小块有声啦嘿，啊不过嘛调无一定讲完全同款，啊过来就是咱若用。要看汉字，佮读台语音，爱就走佮较济去啊。西拉噶，西拉噶，西拉噶，足奇怪吼。所以讲，咱这个时阵就是用罗马字迄个希拉雅。而且即马咱的原住民朋友，伊嘛是拢用这个罗马字来表示哈。好，来即句又佮讲着吼，因的姓名合作阿力莫，阿力莫，有人其实是迄个音是阿力。阿力啊，即马用，因为即个北部是迄个母系社会，所以就讲阿力母，啊，当然冇人用阿力祖。阿力祖吼，较正听到人咧讲，吼，拢有啦，吼，吼，啊，因咧为着要行愿对无吼，专工传呢，传呢，吼，传，吼，专工传工，即除了低
佮一定爱有诶槟榔加米酒，是啊，马龙叫传统仪式摆好伫桌顶安尼。是吼，诶、这个专工，咱小等则佮专工，就专工来讲。诶、老师，即个仪式吼，因为老师你有去参加过对无？吼，你讲除了这以外吼，因有一寡其他诶物件，咱可能诶汉人诶即个传统会感觉诶。比较不一样的，他们还会传其他的什么，有一种草啊，是好做什么？他们那会拜，比如说有烟仔花啦，甘蔗叶啦，还是鸡粿花啦，就是说一些会拜的东西，包含这些东西。好，再来看后一句哦，一样的说啊，这个台南，这个所在叫做东山。东山，老师，东山。对，啊，咱若讲宜兰，迄个叫做东山，东山，所以有当时也是东龟山啦，所以有当时也是山，有当时也是山。对对对。對老师，你感觉这咱若讲简单要来做一下，要哪来判断？譬如讲咱超山，咱就讲超山。啊，迄真正是山无？是山，对。所以讲应该是讲本来遐就真正有一粒山诶，咱就叫是什么什么山？啊，若是讲伊其实。不是山，伊可能对原住民的音来，也是讲伊可能，可比讲有诶名，公山，迄是日本人号诶名，啊，迄种会用文言音读，是，都毋是咧讲实际上有啥物山安尼。是，吼，比如讲遮个台南诶东山，伊可能都毋是一粒山头。嘿，啊，毋过伊这是原本就是阿巴山迄个做社名，落尾才阁改做东山诶啦。哦，好好好，所以讲拢有即挂即个吼考虑伫遮啦，吼，所以讲啊，诶，即个即喜拉雅诶祖灵吼。早年去红尘山到这来，是是喜欢做人拢就团结，嘛个传统文化规个保留落来。伊这喜欢底只艺术，当然这是过去古早的讲法啦。对，全国时代迄当阵有讲叫做喜欢，是是是，啊，其实日本人落尾甲因讲叫做平埔族安尼啦。是，好，即咱的即个签刷，吼，即小蛋，签刷小蛋，再个专工来讲，好，过来看后一句，好，伊讲啊，这两百年来咧，吼，因的这个祭典，拢无唔捌断过，吼。阮问阮老一辈，老一辈，吼，连日本时代红民化运动的时嘛，无去红阻碍着，吼。诶，老师，咱来讲一下仪式，仪式都是一个要有录音，要有一个录音，吼。好，阿公，这个阻碍嘛是同款，碍嘛是个爱碍嘛是有这个录音，嘛是有这个录音。哎，阿你都要讲日本时代，阿毛人讲日治时期，拢会使的，日本人通日治时期安尼，好，拢会使。对，讲到这个红民人，你看红民化运动的时阵，人伊嘛无去红阻碍着呢。好，所以这怎么啦讲？啊，但是咧经过吼，这个国民党的政府了，都真正拢无了了。所以这咱要讲。这日本人较厉害，还是这个吼？日本人无较厉害，日本人无较厉害。所以讲，这大家爱思考一下啦，吼。好，来过来看后一句哦，吼。后一句，好，这个有了保留完整的传统文化当后盾，看这里的希腊雅族人二十年来一直努力争取原住民身份，老师。有保存完整的传统文化做靠山，才会希腊雅族人二十年来直直打拼争取原住民身份。嘿，这个直直吼，咱嘛要捡回来用。对，直直，因为即马大家拢袂晓直直啊，拢歪歪不断啊，嘿吼，拢不断吼，我不断来打拼，其实都是直直啦。哎，但是其实即马有一条歌，这少年就爱唱的啊，什么台北直直龙啊，直直龙，吼，大家唔通干来会晓唱袂晓用吼，直直。好，来过来看这些想要一句啦，好，找回自己的身份和历史是后代子孙给祖灵最好的礼物。是，咱就是讲这故乡，讲家什么会找回来，家己的身份跟历史找回来啦，吼，是这个后代子孙吼，因的生命啊做身上好的礼物。是，是讲咱这个北部族，因要找因家己的这个认同吼，身份的这个确定，真困难啦，吼，这其实。要怎說，因自己認同是這樣，但是身份不要讓他，這其實是很艱苦的事情。語言文化流失到很多啦。是啦，我們在這裡也是繼續跟我們的北部族的朋友加油。好，來稍等的廣告之後，默默就要跟大家來介紹，這個北部族的雅祭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祭典呢？
爸爸看某某讲，互你知。咱前一阵仔咧有甲大家介绍这个原住民的正名运动。好，今仔日咧，咱要甲大家介绍的咧是平埔族的雅祭。哦，讲到这个平埔族咧，其实因伫个人数顶关咧吼，比这个山地原住民咧，其实是侪真侪啦吼。但是因为真侪因素咧吼，啊，即马真侪这认定顶关会一寡困难啦吼。加在咧吼，伫个这个这个几十年前咧，这个林伯开始出来了后咧，真侪这个平埔族哦，开始要找找因家己的认同，所以讲啊，希望下当恢复这个雅祭。咱今仔就来甲大家介绍，到底什么时候做雅祭，咱来看。头一张的这个字卡哦，好，咱都来讲着，讲这平埔族因的身份的认定吼，有一寡困难呐吼。咱再讲咧，平埔族内面咧，即马咧除了这个萧族吼，也个这噶玛兰族吼，以外拢无得到官方的身份的认定吼，因为真侪原因呐吼，语言也好啦，文化也好啦，咧找找拢非常的困难。为什么安尼呢？吼，虽然讲咧，这平埔族的人咧是真侪吼，但是因为咱再讲平埔族拢住伫咧这个西。部的平原顶关吼，所以讲甲汉人的社会啦吼，也是讲甲这个殖民政府啦、外来的政府咧，搁较侪接触吼，搁再加上一寡这个殖民政府咧，伊可能啊，拢会透过这个权力的控制咧吼，对这个文化啦、语言等等吼，有一寡管制。所以讲啊吼，因为这个地理的关系咧，因为政治的因素等等咧，这平埔族咧吼，汉化的影响非常的深，汉化的程度非常的深。但是虽然说这个身份的认定有很多困难，但是也是有很多这平埔族的这个族人非常的打拼，他希望可以把他们失去的这些族群的认同把他找回来，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可以愿望可以恢复来举办这个雅祭，这就是平埔族非常重要的一个祭典，一个文化。这个平埔族的雅祭呢，甲因来这个迁徙哦，有真多有真大的这个关系啦吼。地点的迁徙，要咱来看呢吼。一开始啊，这个雅祭呢吼是伫个这个嘉南平原啦吼。但是渐渐啊咧，随着啊平埔族因咧迁徙了后咧，吼，起码这个雅祭嘛走来到这个高雄啦、屏东，也搁有咱东部的花莲一挂所在，拢有这个雅祭。吼，咱讲到啊，伫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平埔族的雅祭咧？咱就要来讲到台南的头虾，吼，听讲啊，这个台南头虾，这个平埔族咧，吼，因啊，因为伊当初是来到台湾的时阵咧，因的先人，因的祖先呐，吼，拄到安怎咧会大梦，吼，所以讲啊，伫个海面上咧，拢找无路，哦，这个时阵呐，这个平埔族因都会向因的先人太祖来祈祷，这个时阵。天顶就出现了白鸡啊来指示，吼，所以讲这就是雅祭，为着要来感念这个太祖，吼，来做这个雅祭这个由来，咱过来看后一张的字卡。哦，咱对啊，讲到这平埔族咧，因汉化的程度非常的严重啦，吼，所以讲咱看因的这个仪式嘛是同款咯，吼，这仪式内面咧，除了讲有用笛啊做的刀来抬笛，吼，也佫有唱平埔族的歌调佮跳舞以外咧，吼，譬如讲啊，咱看到伊卖牙香，吼，卖烧金，吼，卖传声礼，吼，这拢佮汉人的文化，吼，也佮道教的元素，这内面拢有啦，吼，但是这仪式内面嘛是佫有保。存一寡吼，这个雅祭的部分哦，譬如讲这蚵仔吼，因为拜这个蚵仔，都代表这个台湾吼，而且汉族是这个马卡岛的这个主食吼。过来嘞，就是讲卖传一寡糯米吼，这都是代表客家的族群吼。咱过来看后一张的字卡。上尾啊，咱就要来介绍这个台南嘛，这个叫做甲跋山这个部落因的雅祭，又阁无啥共款呐吼。这个甲跋山因的雅祭咧，又分两种，一种咧就是咧感谢因的守护神，就是讲叫做阿立祖吼，保庇因秋天大丰收，这是一种。阁另外一种咧是叫做好海祭，什么是好海祭咧吼？好海祭咧系嘛是有拜两个意义啦吼，头一个意义。咧，就是啊，亲像对阿讲的吼，是要拜咧对海路来因的先人呐吼。因为迄个时阵啊，真侪这平埔族，而且个祖先来到台湾，哇，赶快拢是找无
路对无吼，非常的辛苦。所以讲，因即马咧会去到海边啊求水，就是来拜这个祖先吼，也个引导因来到台湾的这个神明。佮另外一个这个部分的这个好海祭咧，要拜的咧是一个海祖。哦，像是海祖嘞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以早因的这个平埔族，因这个族人嘞，诶，这个先人呐、啊，来到台湾的时阵嘞，受到这个渔民叫做阿海，吼、哦，伊的帮助啊，甲照顾啦，吼、哦。但是这个阿海嘞，有一天嘞，竟然伫个伊的这个，吼、哦，这个饲鱼的这个池啊内面嘞，吼、哦，去予这个雷公卡着，哦，就安尼死亡去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因就起庙要来给纪念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啊，这个好海者嘛是要甲过身的这个，迄天。用大海来祭拜，就是共一工来做这个好海祭啦，哈。以上甲大家小可解说咱这个平埔族的夜祭，哈。啊，当然咱第一只知影讲，这个平埔族要找出家己的这个身份，哈，非常的困难啦，哈。啊嘛，第一只祝福，哈，啊嘛，大家斗三工，哈，希望讲这个平埔族咧，因会当啊早日找到因家己的这个文化。好，这就是今仔咧，甲大家来介绍这平埔族因的夜祭吼。那若讲有机会，吼，一旦参加，亲像阿辉老师都参加过，哦，就很新鲜的。哈，你嘛会使参加，会使哦。哦，应该有这欢迎别人去参加，还是讲？起码因为马上这是要甲这个传统文化恢复，让较侪人知，所以就无像以前讲哦，拢较禁止人参加。起码有较开放。大家可以去，就是南部啦，要去南部，南部像讲迄个古早即小南川嘛是拢有即个夜祭，是，啊，也是讲像咱台南这边吼，有迄个甲巴山这边吼，啊，大内吼，也是顶溪顶溪，就是讲其实有几啦大啦，啊，拢是为着要对1999年到2000几年安尼即期间为着要开好，所以的。甚至讲地方政府也有动员啊，民间社团吼也有即、這个。这个极力吼，要来争取讲，举行过去传统仪式这物件，搁予搁较侪人知影，所以其实是会使参加的啦。哦，所以那是讲有这个福气吼，甲辉老师同款会当去参加吼，但是咱嘛是爱遵照因的这个，看因的仪式天数，来尊重，袂唔通伫个边啊，干那吼安尼呀呀吵安尼吼，这是严肃的，是啦哈。好，咱今嘛就来看几个啊字吼，拄只有讲到一挂历史吼，会当甲大家来讨论。哦，这个专工，专工，咱拄只有讲专工要来后边来讲，就是即马来讲。专工老师即马真侪人拢讲特别，好，这个专工要来应聘讲啊，这物件我专工买来给你吃的，对，即马大家拢袂晓讲，对，即马真正大家拢讲特别。但唔是讲袂当讲，只是讲专工嘛是一个用法，咱会使捡回来用。对啦，啊，挑工。哦，对，调工的迄个故意的意思啦，这嘛是拢足台语的台语词啦，吼，专工，吼，调工，好，来讲这是夜祭，嘿，因为拢是伫暗时举行的，是，尤其是拢差不多饭店迄阵，所以拢就是叫做夜祭的这个意思啦，好，所以讲这就是这念法，大家会晓念啦，吼，祭啦，吼。啊，夜祭当然啦，以迄、那个甲巴山这边来讲，其实唔啦，甲巴山几啊位啦，拢是讲啥物啊会旧历到会初五，就是因为这是迄个阿里伯的生日安尼啦，嘿，啊，所以就是用这天来做迄个大型的夜祭。是，吼、夜祭，这里大家也念啦，吼、过来就是讲地。地数地数，或者嘛是地高安怎嘛会使？是，这大家要捡回来用啦吼。啊，讲即马这个运动拢足活跳的，嘿，足活跳的。这活跳当然一方面加这个真活动嘛是超艺术啦吼。啊，咱有要表现迄个活力的艺术，是吼，活跳活跳吼，来走出这大家即马拢会晓讲吼。但是嘛，有人讲，是不是讲孙球？孙球，其实迄是乌白塔啦，其实迄个旋嘛，唔是迄个音啦。早吹较对啦，吼，早吹较对。好，过来看啊，张的这里卡，好，讲因爱有这个吼，牵刷，牵刷，牵刷，这主要是这两字安怎读的？牵加刷，牵加刷，你买当单独用啦。好，好，比如讲啊，我得对台南牵加高雄安尼。好，啊刷我就开要用。哎，这物件刷刷嘞，吼，通冻叠加，安尼，吼，这千个刷能力无同款，哦，搁这是大蒙，对，大蒙，哎，老师，大蒙加大布，哎，大布有啥无同款？其实这嘛是有方言差、地方差，就是讲有的所在是
有讲大雾嘛，有讲大梦。啊，我所在干那讲大梦，无一定有咧讲大雾，还是讲到有人讲起雾。起雾，其实起雾是较形容讲，哎，即马开始有雾啊。啊，大雾大梦是讲规个拢总吼，看不掉咧。哎啊，可能梦来讲一般比较上啦吼，比雾搁较。高搁较重安尼啦，啊雾就敢那咱食面的时阵，目睭迄、目镜迄种都是雾，迄种都唔是蒙安尼，大蒙哈，牙香哈，哎、老师，这里牙，牙，这个牙动作就是体啦，可比讲哦，这牙鼻，好，比如讲有香会当牙的哈，啊，佮有啥物会当牙？老师，你讲起牙滴，牙滴，牙好酸啊，会使会使，啊，够有啥？反正就是你甲提起来，安尼迄种会当讲牙牙乖啊啦，会使会使，安尼嘛是会使牙手，对，牙手，所以讲拢是这个牙啦，哈，牙香嘿。好，来过来讲到这是烧金，对，这金就是，这不是黄金的意思哦，不是黄金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吼。咱若讲有咧拜拜，大家拢知，我咧烧金，这就是烧金纸，金纸吼，啊是讲这金纸嘛，足讲究的呢。有啥土地公金呐、挂金呐、烧金呐，等等，足侪种，足侪种。好，来过来讲，这是孝廉，孝廉就是。思念的意思，嘿，啊，毋过咱古早拢讲孝念啦，嘿，啊，有的人可能想讲，哎，是毋是一定爱过身呢，才会当孝念？其实无一定啦，就讲啊，孝念故乡这嘛会使啊，吼，无一定讲过身的人啦，就是思念的意思，会另外一个讲法。是吼，孝念这嘛大家捡倒来用啦，哈。好，今来看今仔日的戏出咯。头家，这个代志吼，全部我来担啦。你那嘴大人口呢啊！你敢唔知啊？这条钱真重要。你讲你要打，你要安怎打？咱剩二十块尔嘞。你妈呢？哦，食一碗看一碗。感情哦，是甲这出电影拍好较要紧啊。好来，戏出头一句，你那嘴大人口。是吃很多的意思吗？不是耶，不是齁，意思是说，这孩子人，不一定孩子可能较少年也可以说孩子，就说，这人说话，开口还很大人款，这大人款有可能是，也有可能较生锈，也有可能较有气色，是说，没想到，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款的话，那款的都会当这样说，所以这没什么好意，还是说歹意，这应该是较好意，较好意，较好意，哇，他这个孩子，孩子嘴，大人口，就说他说出来的话，让你感觉说，不简单，还是说，有什么真特别，还是真安怎，你感觉可能你想不到的，还是说他要做的事情，可能他说出来，让你感觉，哇，这样，有远见等等，都有可能。孩子嘴，大人口，再来看下面这句，你唔通食一碗看一碗，对，是，这是意思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你唔通吼想，对，即卖代志先做好，你唔通即卖代要袂食了，要袂做了吼，啊，你就搁去想迄个上远的代志安尼啦。即碗都要袂食完，都去看别碗安尼啦。老师，所以这甲食碗来看。食碗来看碗外，阁无共款。嘿，无共款哦。伊即个意思，即个食碗来看碗外嘛，有人讲食碗来洗碗外，迄拢是较望文背义的意思。哦，所以这是无共款。我以前拢误解去吼，你唔通食一碗看迄碗，一碗先食好完再阁讲的意思的对啦。卡达是地安尼啦。是卡达是地啦哈。好，这就是今仔会当甲大家来讨论的即个两句啦哈。赶快呢，咱时间到啊，好。接下来感谢咱的阿辉老师，免谢字，好，咱后回再个见面哦。